张本智和获肯定，知名杂志评选他为最佳球员，原因他击败了中国队。近日德国知名乒乓球杂志 Tisch Tennis 评选了十月最佳球员，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，日本一个张本智和力压中国球员当选，现在的他得到了世界知名媒体的肯定。本次张本智和的当选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团体赛中出色的表现，毕竟他接连击败王楚钦、樊振东两人，虽然他没有拿到一个冠军，但是张本智和进步的速度肉眼可见。在回到日本之后，张本智和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，自己现在的技术已经不输给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正手世界一流。说实在的，张本智和并没有夸大其词，反而他现在确实有这个实力。从现在的世界排名来看的话，张本智和已经到世界第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的他才19岁，上升的空间是非常大，所以他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队来说都是一个威胁。其实张本智和的出现对于中国队来说既是坏事也是好事，坏的是对中国队有一定的威胁，好的是能够促使国乒能够越来越强大。